生日快乐！你快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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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屋子里边怎么不凉快了？你看看，一屋子的空调风，全部让我哥一个人用了，他还在这呼呼睡大觉，等着，看我怎么整你。把这个臭皮蛋放进去，整一下我哥。自私。爸，嗯，看到我手里这副牌了没？看到了呀。随便抽一张。抽哪一张都可以。对，随便抽一张。哎，记好这张牌，别让我看到。哦，这个视频我看过，你叫我抽出一张牌，然后放进去。你再给我变出一模一样的牌，其实你这个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我就问你一样不一样，还说一样不一样，一样不一样？对，不一样。放上来吧。为了防止我作弊，我现在洗牌，你随机喊停。停。那。你信不信现在你随便抽一张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张牌？不可能，56张牌，56分之1的机会，我如果能抽到我都去买彩票了。不信你抽一下。哎哎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这张吧。是生日快乐，好姐妹陪你一块儿过，愿你起床快乐的晚上既没我呀，我的个闺蜜呀，今天的生日呀，祝你长寿能够活过。哥，来吃香蕉。这香蕉蔫了吧唧的，怎么吃啊？小飞棍奶呢？哥，来吃汉堡。减肥呢？吃什么汉堡？不吃。小飞棍奶呢？妈，你看到我手里这副牌了没？看到了呀。随便抽一张。随便抽一张。抽哪一张都行。那就随便抽一张。哎呀，记好这张牌，别让我看到。哦，我看过这个视频，你让我随便抽一张，然后再放进去，你再变出一张一模一样的。其实你的牌都一样。谁跟你说都一样了呀？啊？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相不相信我？暂且就相信你吧。放上来吧。信你一次。现在为了证明我没有耍花招，我现在随机开始洗牌，你随机喊停。停。那你现在相不相信你随便抽一张牌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张牌？那54张牌，54分之1的几率，我要是随机抽出一张就一模一样的话，我就去买彩票了。你不信你抽一下试试。那就试一下。还真的是一样的，那我就去买彩票了。哥，来吃黄瓜。你这黄瓜蔫了吧唧的，怎么吃？小飞棍奶呢？啊！
我说屋子里边怎么一点都不凉快，原来是我妈一个人把空调冷风自己一个人都用，还在这呼呼睡大觉，看我怎么整你。臭逼蛋，整尿了。哥来吃火腿肠，这么小够谁吃？小飞棍来呢。我说屋子里边怎么不凉快了？看到没？我爸自己一个人把空调风用了，自己还在这呼呼睡大觉，看我怎么整一下他。用臭皮包整一下我爸，让他这么自私。丢进去。哥来吃葡萄。大晚上的吃葡萄上火，不吃。小飞棍来呢。哥来吃薯条。垃圾食品我不吃。小飞棍来呢。就这。哥来吃苦瓜去去火。这么苦谁吃啊？我不吃。小飞棍来呢。哥来吃芒果，不吃上火。小飞棍来呢。生日快乐！你讨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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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来吃薯条，垃圾食品我不吃。小飞棍来呢。吃不吃火腿肠？我不吃。小飞棍来呢。哥来吃姜。哪有人吃生姜的？我不吃。小飞棍来呢。天要大同，便会一世将福心中。生日快乐。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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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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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。